99级了，兄弟们，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比我等级高的？跟大家说一下，升级怎么这么快哈？我们关键是得学会去地图上找任务。这个游戏主要的经验来源就是打材料的本，还有做任务。每当我们卡等级的时候，就会发现没有任务做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就需要点开这个地图，一个一个看过去，看有没有这个蓝色的小感叹号。有的话就直接传过去，去这个图里转一转，基本就能找到可以接任务的 NPC 了。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我们看到地图上的小箱子呀、小猫啊、小帮布啊什么的，能对话的、能互动的都过去互动一下，就会触发一些小谜题、小任务啊，这些都是有经验的。目前39级，我是3个金，鲨鱼妹、锤妹，还有个格里斯，非常的尴尬啊，一个完整的队伍都凑不起来。冰队差个狼哥，波队差个11号，你们都抽到啥了？这个游戏不知道是不是我等级高的原因啊，基本就没遇到什么难打的关卡，全都是一遍过。大家有啥问题就随时问，看到以后都会给你们解答的。